会的主席，我们还有我们大会的总头目，我们马总头目及我们李兆明理事长，还有龙潭的主席及我们与会的，还有我们吴军处长，还有我们的主任陈太仪，及我们各位我们所有的领队东木李给秋，还有各位参加的这一次的年度的丰年祭，大家好好。今天在观音特别举办年度的我们丰年祭，也就是我们传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，尤其是刚新任的哈，我们马德里哦，总马德士总头目，因为上任之后，他把所有的家当全部当出去了，也办这个活动，所以很盛大，也让我们的乡亲感受，在年度的丰年祭是我们传承文化，也是代代都能够相传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化发展，所以今天特别来参加这个丰年祭，也就是我们在未来一定推动原住民的居住正义，解决我们在都会区的房子，让我们原住民都有房子可以住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立法院目前都在提案，也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乡亲同胞们一切平安喜乐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黄家委员的支持，非常的感谢。